我们新春非常喜气洋洋的表演，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下我们工程的简报。再次欢迎我们的吴局长。土地都是台糖的土地，那我们市政府透过重划的手段，那取得十公顷的公园用地，这整个工程费就2亿600万元，我们在106年的10月11号开工，那整个的设计呢，就是配合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地形，采 L 型的这样的一个公园来设计，那我们看那公园的，事实上在我们市区是很少见哦，那除了配合我们原来的巷道6米，我们把它推缩2米，变成一个8米的一个道路，你起源的出去，高峰哥安全哥方便。第二呢，所有的住伫这边啊，会跩徛街啦，伊要入来咱公园来遮运动散步，搁较方便。嘛是会带动咱家己永和村的诶跩土地的利用价值。这个要跟我们的所有的贵宾报告再来。不要玩沙子。整个我们的从上面鸟瞰的这个景观是这样子哈，那最重要里面有一些水田地景，还有这个河水水流道的一个设计。那我们的自容量应该有到4000吨哈，对，用的话其实耗油的时候，我们这个还有自容的功能。那我们的因为公园里面呢设有服务中心，这里面有公厕，上面就是观景台，还有现在我们的议员一直要求的所谓的共融式的游记，那我们在这边也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游戏区的规划设计，我们的观景台是采一个圆形的一个设计，等于我们的残障的朋友要上到我们的观景台，那是这个是符合标准的一个设计。那刚才有介绍过，我们原来的巷道只有6米，而且又是被围墙隔离。那经过我们的开辟以后呢，我们退缩了2米，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邻居呢，市民朋友要到我们的公园来，就特别的方便。大概我们的一个整个规划设计是这样子。那整个工程在今天算正式的完工还有我们的那个地震局呢，地震局也透过了那个重划的手段啊，这个重划的工程，我想请我们黄局长来特别跟市长报告一下。是，谢谢我们吴局长。接下来请我们地震局黄局长接着来做个简报。市长、各位议员、各位媒体理事先生、各位里长各位乡亲，大家好我简单补充两点就好了。一点就是讲这原地刚刚也提到是以前营区是机关用地，全属是台糖的。那经过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呢，变成10公顷的一个公园跟10公顷的商业区的土地，还有这道路是2.42公顷哈。那在变更的过程当中，当地的民意代表他是希望说整个公园呢都变成公园啦，整个机关用地都变成公园了。23.25公顷的话呢，那就要70亿的一个征收经费。那所以，台糖在都市计划变更的时候，台糖他只愿意提供6公顷呀。所以在这个23公顷跟6公顷之间，大概底下的那个这争执，后来经过多次的协调沟通，到最后都市计划定案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10公顷的公园用地，剩下的呢就是以重划的方式来办理开发。所以无偿取得这10公顷的这个公园用地，加上2.42公顷的一个道路用地呢，总共12.42公顷，这个节省公帑呢，起码都60亿以上哈，60亿以上，现在征收的这个费用都要60亿以上哦，所以替大家这透过这样重划的一个方式，都市计划变更的方式，让这个地方能够活化起来，让这个加速了这个地方的一个繁荣发展，而且呢也缔造了一个非常优质的舒适空间，对小港来讲真的是非常是一大福音这第一点报告。第二点呢，我们重划的这个工程呢都已经完工了都已经竣工了现在只剩下这个送电而已。那过年后台电送电以后，我们整个道路就可以开通了就可以开放通行了。那这个分配的这些土地呢，大部分都是台糖的，因为大90%几都是它的土地，所以它分回去9.54公顷哦，差不多能蛮倍千倍啊。我们市长上任以后一直在招商，所以有很多的这些投资者呢，他都希望到高雄来投资来投资啊。这个部分呢，就是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基地了虽然台台
所有权是台糖的，不过地震局这边呢很愿意说来从旁来协助来媒合这些有意愿到高雄来投资的，尤其是到小港来投资的部分呢，我们都很乐意来帮忙。这个以上两点报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局长，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在经济活动方面，谢谢啊，我们加感谢啊，我们承办单位的我们公务局啊吴局长，还有我们地震局黄局长，我们在地的我们林议员、陈议员、郑议员，还有郑议员、陈议员，还有蔡议员，还有各位蓝仔族、各位李丢贝、李丢木，还有我们各位小港地区的乡亲，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刚把在森林公园的平安，对小港地区来讲是绝对重要、绝对重要的。因为真的是一个森林公园可以带动更好的空气、更好的空间啊，还有旁边的这些商业的活动投资的意愿一定会增加，还有这边很多洗澡郎啊、一些小朋友啊，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开心的来奔放，真的是非常的棒。拍摄因为这是前任政府规划，我就来公车啊，还是要感谢前任政府让我们小港地区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森林公园啊。森林公园有个 奇妙的地方，就讲咱台南常讲一米大一寸，这边的树木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这里的经过那些外观会慢慢慢慢改变。所有的森林公园立得怎样，时间越久，它的不同的美丽就会一一的浮现。我觉得小港地区啊，各位乡亲啊，把这个公园呢、啊，真的当作自己地方的一个宝，好好来爱护它啊。我们这个以后这个小港居住的环境一定会更棒、更棒。那多少黄局长嘛，讲招商，我做起最高金嘛，没人够位啊，一大堆人卡点要来投资，无都来拜访。刚才离开新加坡大使，那以前新加坡大使应该从台北来到高雄，过来以色列大使，啊，过来这个俄罗斯航空公司，过来菲律宾大使，哦，现在还有泰国大使也要来，他们都看好高雄。我给各位乡亲报告，我们小港乡亲呐。我们等了一两百年了、啊、才等到今天呢、啊、高雄是全台湾人马就东底下垮，全世界的华人现在都在看高雄，所以今年跨年大概一点加点未来高雄跨年的台桃竹苗云嘉南台北北北基宜兰一大堆人都要来高雄跨年，为什么？大家都看好我们。你看今晚起进会印的红包上面写高雄发大财啊，现在台北嘛要打高雄发大财，现在苗栗云林嘛打高雄发大财，我讲拍谁呢？看这关系狗熊呢，不要紧，不要紧，只要看到高雄发大财，我靠他们家送哎，所以说我改台不改，真的变了，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惜羽毛，一定要爱护自己，打开龙来，我们所有小港地区的父老，你快点我靠来一下观光，你一定要保持笑容。一定要对外面的观光客非常的友善。咱载着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市农工商，还是食衣住行娱乐，咱提供的产品一定要重视品质，一定要重视，因为这样子高雄的观光跟投资环境会越来越好。没有人，人外靠没有来高雄会想来，来了高雄会爱上我们，离开高雄会怀念我们，这样子我们高雄就即将清起来啊！所以我要拜托小港地区啊，我们借着这个森林公园，每一个场合我都拜托。昨天我在仁武冈山，我马刚公赶快回。我们这个时候要爱惜自己，好不容易大家都来，一定要让来的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所有的产品，让人家留下美好的印象。我们外销出去的产品，也要让人家对高雄有良好的印象。那借这个机会，跟小港所有乡亲一起分享我们整个森林公园的成立。未来小港一定越来越棒，也要谢谢我们所有在座的议员朋友、议员同女士先生，还有我们各位李丢北啊、李丢木，你们一起来帮忙，我们一起让小港的居住环境哎越来越好。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谢谢银行仪式，各位现场的贵宾有拿到我们飞机的，请站到前方来，谢谢。哇，我们有看到呢，我们各色各样的飞机即将在市长的带动之下，带领大家幸福起航。好的，好，来，我们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已经就好定位了？好，我们有拿到飞机的，请到前方来，谢谢。